老师，老师到我咩？今天要烤香肠吗？这个会一直弹啊，他一直被他弹下来害死，太松了。那一台也会啊 ，B 台也会 ，B 三都会啊。Thank you.
要让他找，他们没有抓到我，是我去抓他们。他没做事啊。干！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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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
要推直接过应该比较好。因为什么？就你先过第一的时候吧。没有，他没弄好，没有。你那时候还有四公里，应该是还有机会的。他有点。没有，他 K 到那两台车太大了，很好很好，就是直接把他们两个拖开。就是代表他直接就出来推车。几比几？早点学习，下一次再打板了。好啊，好啊，下次我们去天台了。好了，小黑他们打。好了，我不是，我不要跟你打，是你。不用，我不要，我其实被他们天台了。我三重吧，我是三重。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是先我四零到这边比较快。你们他们设立不打100到50人吗？像我他没有打，差不多打，反正打到10点左右。再看啊，我到时候再找找一下。反正我也想去打。太慢了，疲劳驾驶啊，没力。姚斌又来了，哎，姚斌好生气。
你有放油的？我知道，我看出来了。从哪里上来？等一下，他们这一轮倒了，没差。
然后明天我不在，那就没用。现在那个弟弟不会用不到。我稳住稳住，敲掉敲掉，敲一下。自爆了！你还有零钱吗？有我比他还紧张。我们要看更多游戏啊，嘉禾我们就是这样子啊，三个呀，对，当你后面他先开了，吃到后面啊，他先开掉，对，再拿到内墙了。最后我们被他过去。你们知道六档车要三档还是？一档，他都二档。鱼，阿鱼，三档，我知道。